话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湾马来西亚人Smalling，今日要来开箱一个足特别的食物咧。啥物？你一定无食过啦，你有食过？我给你赞，点赞。一就是太空食物哦，听讲是太空兵啊。太空人吃的冰看起来很酷哎、欸，然后就轻哎哈，好、哦、为什么是这么轻？因为一起冷冻干燥，所以来这是不对哦，没放冰箱哎哦、啊，不用放冰箱，是你说这是什么 ？Ice cream sandwich。哦，工业历史哈，大家知哈，足久足久以前的太空任务内底，太空人有食过。我即摆甲大家科普一下，什么食物是伫咧太空袂当食的？什么物件？就是饼。饼。会变混混的，只要变粉就不行。薯片，卡兹卡兹流碎片出来飘在太空，就垃圾的。啊，可是你这个也是饼干呢。这个已经被太空人类吃了，哦、因为就是有饼，现在已经变成一种礼品了呗。体验以前几十年前吃的饼也袂歹。哦。还有一个是太空人袂当吃的，就是酒加气泡饮料。哦。现在科普了后。就来看我买了什么口味的，这个是香草的口味，三色冰，里面有巧克力香草跟草莓。Oh. 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网路买的，虽然这个公司是专门做太空食物给太空人的，但是它也是有销售礼品类的给一般人哦。我吃三色的哈，看来就飞上太空，赶快特效，一二三，起飞。好，回来了，可以吃了。Smalling 从太空回来了。好，来。哎、嗯欸哦哦哦哦，哎呀，伊有一点变亏耶。哦，不要来这，你看，你来这冰淇淋。一空一空嘞。好了，好。哇，脆好脆哦，这声音好大。Neil Armstrong reporting their roll and pitch program, which puts Apollo 11 on a proper heading. Bang! 入口即化，我变到盖来就是有冰淇淋的冰。哎、欸、喂，哎、欸，它就是没有水的冰淇淋，你这样想好了。嗯，跳跳。啪！哇，超脆。嗯。你外口的啪是有够脆，然后内底冰就是松松的，入口即化，敢那糖的。啊，水没了，就剩奶油跟糖了。你现在就在吃奶油跟糖。好了，四个都是饼的粉诶。哦。哦。怎么样？真的很干。我觉得口水要被吸干了。对，就也是因为它太干，味道非常浓郁。哎，这个冰就会黏在我的嘴里。我觉得不难吃啊，但是就是尝鲜就好了。好，今天你的太空企划就到这，一包300块的太空食物，我要来挑战了。这是一个很突然的过程。是哦。挑战是 Vanilla 香草烤饼，挑战的方法就是留言。留言要说什么？我要太空冰淇淋。好，嗯，然后我就直播电电来挑，三天截止，因为只有一个竞争较大。好，再继续开箱有诶无诶咯。下骹要穿啥物就穿啥物。Dislike。随便 ，I don't care。吃啊吃。就是要互动 ，OK， 留言互动，写下面咯 ，OK， 好 ，OK， 见，拜拜。